真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俺去买点肉，买点五花肉。五花肉这个咱买点。这一个。耶、yeah! 啊！叫小牛排的。啊？你要多少？嗯，好。好吧。牛肺是五花的呀。这是五花。烧烤的烤肠子在哪边呢？烤肠在搁那里头呢。好。哎，就搁那儿给他。就是抓，就是抓。就是肠子，就是抓。咱俩有肠，咱有肠。搁骨肉三连要不？搁个骨肉三连吗？行吧。那得了。这一上拿的吗？他这是三桌卖的，成了半桌。因为那都是酸的，有的来料少，少样子。这俩还不一样。那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啊！这有好好些种的，看你都一样少。鱿鱼。有好些种的，看你要少。你得吃鱿鱼，你吃不吃鱿鱼？这是啥？你弄面筋，面筋放着吧，面筋。放辣椒，辣椒，咱这边也是。是吧？嗯。三十一十的，恁这有人多好呗。嗯。你。吃了吧。哎呀，恐怕恁仨都不在，多难看哟。你记好，恁仨吃，有人家拼的是啊，三十一十的。你要拼的少了，你叫这帮人吃了，恁难看了，是不是？一人吃四个，听见了吗？我在这拼的多，拼的。关于我的吃过，哪个中呢？再买个橙子烤烤吧。好吧，好。那这趁你拔牙之前，好好吃点。拔了牙的后几天不能吃辣的。咋了？这是专门买的那一盒辣的。我现在啥不见了也不中了。哎，没得辣的，我看你还点了一头尖椒。我现在不见了。点了根小米椒。现在正好。哎，茄子那根小米椒。什么？咱家有剩菜，有那小葱，来，哦，成也是搁这儿躺一躺。忙到这儿了才吃饭呢。没有的，早点吃减肥。拿过去啊！好，好，忙你的吧。吃完回家吧，这我吃了好不好？好，别忘了，等我一会儿啊。下呀！咦，我跟你说，你每次吃好东西都有一种罪恶感。吃了那酸的，我这啥有？小鱼啊！呀，一个小孩的，我一个大孩的，是不是每次都有一种罪恶感？我那年龄要长这么迅速。